结果我现在想死，没有一个半的半只想要来咬我是怎样？哦，来来来了，溺水溺水，我被异变迅猛龙杀了。小姐，我们换再换一个地方。你换到就是第一个就是不然我们先不然我们就一直想办法自杀嘛，就是自杀到有河边的地方，好不好？然后再报再报位置六，你确定要六？六六那边才有河。我是女生啊。喂，为什么我进来就被打？我靠，有牛龙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这个地方。Just trust me， 那边有河，你要相信我。我有看到，我在河边的，但是有牛龙在追我。等一下，我想办法先躲一下。哇，迅猛龙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不要！我好像知道你在哪里了。啊！大哥，不要啊！我好像看到牛，可是。快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请问去咬，去咬富杰龙，不要咬我！去咬富杰龙，不要咬我！我想办法上去。我也到河边了。你有看到我吗？我旁边有一只大梁。我看到你了，你往后，你往后，你往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你有看到一个头？不要不要不要！左边有一颗头。等一下，我把距离调最远，等一下。你现在往你的正前方走。你往前走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躲在这里，在那边躲，因为我被迅猛龙追啊！干，我超卑微的，妈的，怎么办啦？这边也很恐怖啊！我捡不到半颗石头，那石头是假的哦。但我记得有可以捡的啊。我知道啊，可是这也太扯了，一颗都射不出来吧？还是要靠地震啊？你要不要找石头找到喝水啊？看到你会举杯，你是有多渴啦？等一下，我们走这么远，没错。啊！迅猛龙，迅猛龙！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！我们没办法救你了。你快点去引，给下去！哇！天，我这边有一只，快点帮忙打！啊！梁龙在敲他们了，梁龙在敲他们了！快点，快点，你赶快回来！不对啊，梁龙没有在帮忙啊！看你死定了，你死定了，我也死定了。去了啊！哪里？我在你后面。你看一下你旁边，你看一下旁边那个蜂巢，另外一边石头蜂，你看这个马在干嘛？卡到了，没办法。有松鱼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为了一个稿子搞得这么辛苦啊！可以的啦。我们应该先加一下队伍吧？我们先创个部落好不好？叫什么名字？太硬啦！山下哦，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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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来了！哦！我在创东西，等一下能不能读？干老师，我躺。干老师，我死了。就不一定啊！来啊，死完翻滚啊！赶快跑！毒蜥表示。我才刚讲毒蜥表示又来一次，喂、欸，你好，好久不见了，进来过得好不好啊？不好不好、看你现在好像很累的样子哈、哦，我要露脸。他走了，你不用紧张，你不用紧张，你在哪里啊？你不见了。哇，还真巧遇啊，还真巧在前面啊。有没有看到一只白色的？是白色的，没有看到。我想说，我刚刚打死了一只青。超级巧遇，好久不见了啊。My pass。后面有客人，要不要招待一下？不要，我不认识他，我跟他不熟，而且我超讨厌他的。什么声音？没吃东西。我有啊，我拿了很多东西在吃。快跑啊！我看见了，拜拜老头。没体力了。我真心觉得，真的，我真的觉得这里比较安全。好好好，是 easy one 吗？还是 easy two？ 三，三。好，我觉得你还是回头是岸好了。这里真的很安全啊，我们刚刚去那个地方还可以看螃蟹跳舞，对不对？你看我又看到这边 happy 了。哇，毒蜥在下面，等一下，等一下我看到了啊！我踩到香菇，我的头，我头晕啊！哇，这谁？怎么可能？哦，我的天啊！哦，算了，去了。你他妈一等绝对者，哦哦
我已经烧完了，没有。那我还有，我还有，我这边14个，刚刚就弄到的。我先去帮你继续烤。好。帮我继续烤，你在讲什么？不是，帮继续烤，帮你继续烤。你这个此话有一语双关之嫌。对，对不起啊。啊，帮我继续烤什么？讲清楚啊。老头，你那个研磨器是不是拿起来？我没有拿什么东西拿起来。研磨器。研磨器？对啊。等一下，是不是眼瞎了？照亮一下。你把它盖住了，脾气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现在是拿起来。有事哦，你把研磨器盖住了。怎么可以堆叠上去呢？对啊，为什么可以堆叠？我现在才发现。干也太好笑了吧！研磨器的啊，你就把它盖上去，当然没有好吧？你在搞笑，你在搞笑，干笑死了！老头，这个是真的女生吗？你现在在怀疑她是直领是不是？新的尾声，而且还有是，不是啦？哎、欸，刚刚那样还蛮像的、欸，你有吗？住手！不行，快点快点，模仿一下，模仿一下，快点！我不会模仿呀。可以的，快点快点。不要，我不喜欢。可是你刚刚很有表演欲啊，我觉得你应该放开一点，对不对？表演一下。那么快就醒来了、啊？对啊。啊，算了，那帮你带回家。你这驯服值超快，15倍啊。对啊，真的没那么。对啊，开始有恐龙啦，太好啦，人生圆满了。还差一个啦，差一个就可以做佛爪了。你为什么都不穿衣服啊？看，我喜欢裸体不行哦、啊，就是身材。太裸啦！妈，身材就是要拿来给人家看的，是不是？满足一下我现实没有的东西。感听起来也太难过了。满足我现实所没有的东西，痛哭流涕。好了，哎、欸，无限钩爪哦，你在哪里？我去砍树了。啊，好吧。我就觉得家里缺了很多材料，就一直去找。加油！哇，你看。找队友就是要找这种很勤奋的，然后我只要在家里就好了。耶、yeah, ，在那边。这你开的不好。对啊。哎、欸，他不跳了，他停止了，又上来了，哦，又上来了，游上来了。哎、欸，然后又下去了。哦，那又上来了。要洗贵哦。然后你看那个那边的螃蟹，那边敲地板敲了87年还在敲。哦，我们这边真的是景观台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好爽哦！就你除了就是工作之外累了，还可以看他们在啊、跳舞、花式跳水之类的，真是太棒了！哇，这样子我要再多做一次剑，干嘛？毒蜥吗？对，你不要过来哦！我劝你绕远路，你把他移过来，我们会很惨。荒野行动啊，不会啊！哇，什么东西炸过来？我靠！他跑去追你了。我没有，他转弯，他转弯了。他跑到我们家去了，是不是？啊！等一下，他的头！啊啊！他来了！先跑！我噜噜噜噜噜噜！我操嘞！妈血这么多，哦、受到他了，2000多滴血，等一下2000多滴血，这个怎么可能射得赢啊？先让我跑了再说吧。快！他还在追，干我掉水里啊！他在你后面！我知道我在跑。他吐！我转弯了，我先跑，完蛋了，我这个画面好精彩。我从那边跳下去，我绕路juke他，干是我被他juke吧？他还在追啊！他一直在你后面。干，哥先上来了，你有种射我啊！我有真的还有点准哦，他也知道我想往哪里飞，是不是？来啊！还好我无限钩爪，你有种上来啊！妈的，滚！他应该叫遁地，他遁地了。啊，我要走，还好我做无限钩爪。这是他，先把他打晕。我的弓坏掉了，等一下、啊。制作中，我觉得我应该以防万一，看谁先动先丢他吧。你先射那一只，那一只跑了、啊。那个他会回来，他一定会回来的，所以我先赶快拍杆。好，又来又做了，哎、欸，失败，怎么会失败？啊、
他刚脱困的瞬间时不能再丢，因为我要死了。有看见了。嘟帮忙攻击一下吧。没关系，他很快就会跑回家了，应该啦。这里是哪里呀、啊？帮忙啊！等一下哦，我先去给蝎子大队咬一下，打死他。哦，这边复活有点不对。哎、欸，我们的蜥蜴蜥要死了！哇，不是吧？我操！这劫掠者那么强啊、哦？要灭团了，恐龙要重抓。好烦哦！笑死！我会崩溃。哎，有没有办法把东西一次全部给我、啊？你说马赛克吗？谁呀、啊？哇哇！可以呢，我可以呢。好帅啊！可以，我在上面先撂倒一只好了，好不好？你看下面在看我嘛。好，那只四等的、欸，你可能可以赢过。我要看你看看。对，好。我把这只射死。哎、欸，没关系，那只先留着，先留着。那个确定吗？你有办法 hold 住两只吗？可以。不要太贪心哦。不，绝对不会的。Trust me。好、哦，那我就看你怎么死啊、哦！啊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稍微看一下啊、哦。好，咱们这家伙啊是如何啊成功的撂倒？算了，我帮忙一下好了。哎，不对啊，我没有麻醉箭都在你身上，尴尬了。好吧，加油。我先跟你讲，他那个流星锤，他刚解脱的时候，他往腰一直跑，屁傻。哦，你知道我现在干嘛吗？我现在裸着屁股在地上爬，跟画面实在有点恶心。来啊！看到都来！来！Come on！我们现在感觉像在看那个什么，那种罗马的竞技场有没有？我那种国王坐在上面，在看那个一个女儿在对付两只猛兽。可以的啦！哇，多赞啊！我现在在上面帮你加 buff， 看到了没有？有看见了。该笑死了！哎，狗狗不要乱动！你这只狗在哪里啊？我现在上了这 buff 是获取率上升10%，又抓到大狗狗可以取阿莫吗？可以啊！阿莫被我骑在身上，神犬阿莫好爽啊！骑阿莫感觉怪怪的。没事啊，游戏里的阿莫啊，别想太多，变得本本了。本啊、这本我看过，这本我也看过，没有了。大家都看过，哇哇！然后每次看到阿莫，对阿莫比个赞，你好棒！你好棒！听起来哪里怪怪的啊？你好强！你好强！你怎么办到的？你好棒！我先上山看可以去幸福岩龙吗？炎龙要用孵蛋的方式啊，对，真的没有那么办法，没有那么快的啊。炎龙不能用驯，不能用晕的，他是要用孵蛋。那你既然要孵蛋，你就要去偷他的蛋。你要去偷他的蛋，你还要穿辐射装才能下去。你要穿辐射装下去之前，你还要先做机床。你要做机床之前，你还要先做铁装。你要做铁装之前，你要先做工作台。工作台做完之前，你还要先慢慢的先盖个茅草，找一个家定居。所以说呢，我们离抓炎龙这个地方呢，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。所以说，请各位耐心的等候啊！哇塞！你是在牵鸡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你可以把我拖走吗？我不晓得、欸。哎、欸，看真的可以，你还在可以这样玩哦。拖屁拖！哎、欸，我完全没办法控制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被卡住了！为什么是你？啊，我没有射！欸啊、不行哎、欸，射的人先赢哎、欸！对啊，射的人先赢啊！拖尸体哦，带回家！好吧，休息。好啦，先关台啦！感谢各位今天收看啦，我们那个。明天有机会再直播，再见吧，拜拜，大家拜拜。